中华手球裁判教练会，这次是应香港业余手球总会的邀请，到香港去主持全港手球教练裁判讲习班，并且做四场的巡回比赛示范表演。裁判教练队一行包括蔡特龙、林兴文、翁明书、徐茂贵等17个人，由领队吴万福率领，今天下午5点搭机离开台北。他们预定在香港停留10天的时间，然后在19号返回台北。